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很多人在我们脸书上问这样很重要的问题：天国要努力进入吗？让圣经直接来告诉你，请第一页。好，马太福音11:12，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，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。对啊，所以圣经上讲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我们要努力才能进天国啊。真的是这样吗？那什么叫做因信称义？什么叫白白恩典呢？可是圣经这样翻呢、啊？我告诉你，和本翻错。好，我们来看其他版本就知道答案，请看下一页。马太福音11:12，新译本，从施洗的约翰的时候直到现在，天国不断遭受猛烈的攻击，强暴的人企图把它夺去。所以我告诉你，不应该翻天国努力进去，是要翻天国不断遭受猛烈的攻击，然后呢，是强暴的人想要把天国夺去。弟兄姐妹，所以你知道，一个圣经翻错真的是很危险的事。那你怎么知道是和本翻错还是新译本翻错呢？没关系，我们再多看一个版本，请看下一页。好，这是马太福音11:12的现代中文修订本。从施洗者约翰开始传道到今天，天国一直猛进，强暴的人企图夺取他。你看哪里有说天国是努力进去的呢？在讲的是天国的猛进，是强暴人要夺取他。弟兄姐妹，再加上平行经文跟其他的经文很清楚提到了，得救进天国单单凭着恩典，所以你一旦得救，永远得救。如果你真真实实一开始真心的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跟生命的主，当你真的邀请他进到你的心里，赦免你一切的罪，接受他做你的救主跟生命的主，你就完全得救，你不用努力才能进天国，你就已经进天国了。你不用努力才进天国，单单因着恩典，因信称义而进天国。让我为你祝福祷告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阿爸天父，谢谢你为我们成就这美好的救恩，谢谢你差遣主耶稣来帮助我们，我们不再觉得要努力才能进天国，我们是因着恩典，因着相信而称义而进入天国。救恩是白白的，重价的礼物，但是是白白得到的。谢谢耶稣成就这一切，谢谢圣灵光照我们这一点，奉耶稣名祷告，阿们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帮我们按赞，把它分享出去。你可以订阅我们的 YouTube， 把铃铛打开哦。那你可以在网络上搜寻我们的 Facebook。如果你有任何问题，可以跟我们留言，让我们跟你有些互动，为你祷告，愿上帝祝福你。